其次呢，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科技的一个进展啊，让这个这个制片啊，这样子一件事情呢，变得啊更加的容易。每个人呢都可以是自己的都可以去开创自己的一个生活。那所以呢，就一个电影的一个这个世界来讲，或电影的一个术语来讲，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是导演，每个人都可以是制片啊，因为工具呢再也不是阻挠我们往前进的一个的一个方向。受到尊重来到嘉义，那他们也会把这个讯息，甚至会邀约我们国内的影片到他们的国家去放映。那么嘉义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相互之间的彼此的尊重跟欣赏天分、欣赏题材而获得注意慢慢的、慢慢的这样一届、两届到三届，你会注意到去年我们的影片只能邀到日本跟香港，今年已经是马来西亚、北京、旧金山，还有遥远的印度都来了。3月13至29，每周5、6日晚上免费入场。开演前10分钟排队索取观影票券，锁完为止哦。真的假的？那我要赶快去锁票，拜拜。不是说要去吃鸡肉饭？哎呦！